我们接到活动的通知开会到这个活动也就是十几天的时间嘛，他们啊100多人啊，连咱们中方的大会堂的陪着加上他们一共是100多人在蓝玉轩的这个大厅。孙大力时任北京来金宇轩饭庄总经理，接到这一任务之前，他成功接待过的国家领导人和外宾不胜枚举，但是这一次他却犯了难。这些厨师品尝过全球各地最顶尖的美食，拥有世界上最挑剔的味蕾，如何让他们既感受到中国饮食的丰富多彩，又领略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？孙大力琢磨了很久，最终他决定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——红楼菜。83年我们就开始，这在全国来说呢，是第一个，是吧？研究红楼菜的，我们是本着第一，在《红楼梦》小说里面能够找到它的菜名；第二呢，要有出处。《红楼梦》是清代作家曹雪芹创作的章回体小说，位居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。在这部中国文学的巅峰之作中，作者用大量的篇幅细致地描写了贾府的美味佳肴，红楼菜就是后人根据这些饮食内容的描写研制而成的菜肴。《红楼梦》里面呢，他过去他的家族也是一个钟鸣鼎食之家，啊，所以他们也是很讲究吃的。思琪姐姐说了，要碗炖鸡蛋，得嫩嫩的啊。连一个丫鬟，啊，吃个炖蛋都讲究一个老嫩，所以他很。先清淡后肥腻，先咸后甜，所以我们整个的菜单的安排，从它的颜色，从它的口味，哎，这个呢都是。什么胭脂鹅脯啊，什么这个糟鹅掌啊，糟鹅掌鸭信呐、啊，这个什么茶烧啊，
鱼类啊，是吧？这个素菜，是吧？包括藕啊，包括什么？然后呢？说起，勇敢创新，突破老店困境，一定得搞出点特色的东西来，是吧？恢复人员过去的这种，叫什么？叫过去的辉煌也好，是吧？成绩也好。名家齐聚，品鉴红楼菜肴，给我们引荐了，这个红学家，啊，像周汝昌。端木蕻良，什么蒋和森，李希凡，这个等等。来金雨轩，始建于1915年，坐落于故宫旁的中山公园内。早在成立之初，这里便是社会名流的聚会之所。在100年的历史长河中，来金雨轩见证了无数重大事件。都是大学教授以上的，或者是政府的一些大臣啊，这些有地位、社会地位的人，当时就是老会，所以来金雨轩。